Ali Ali Ali。大家好，我是兔家。今天我们在土耳其的传统市场，妈妈给我们一个 list。今天我们都会买。你们看这边，我有环保袋子。今天的这个的任何丁丁小姐的都是丁丁小姐会买。第一次在土耳其逛传统市场，听说很便宜，我们先看看有多便宜。还有，我们看物价哪里比较便宜？当然，土耳其比较便宜。我们开始。这个是土耳其的辣椒，是不会辣的。他们的菜里面都会放这个。对。乌里拉吗？对，一公斤乌里拉。对，超便宜。然后这个是豆子，可是颜色很特别。对。我已经吃过了，我觉得超好吃。然后茄子超可爱，他们的茄子好便宜哦，2.5里拉，对，超便宜的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，可是长得好像模型。马铃薯1公斤7块台币，可是台湾不可能买到这个价钱，一个马铃薯可能就要20块30块。马铃薯很大，对不对？超大的，可是它的马铃薯超好吃。这里是7块，那边是5块，1公斤5块。这边是1公斤5块，哪里不一样？你们是哪个是比较大的？啊，比较小的1公斤5块，比较大的1公斤7块。土耳其的哈密瓜长得好特别，好像南瓜。对，我刚以为是南瓜。1公斤2里拉，所以这个有4公斤是10里拉，等于台币大概50上下吧，超便宜的。这么大，土耳其的西瓜1公斤大概12里拉吧，10块台币。那这个大概60块台币，对，可以买到。可是蛮大的，对不对？抱不动，好重。对。啊，这边有番茄，1公斤5块台币。台湾多少钱？台湾如果你去超市买，就是那种量饭店超市，大概2-3颗牛番茄是50到80，不一定看那个季节。可是这边1公斤5块钱台币。对，5块钱台币。如果晚上7点的时候更便宜，有可能1公斤3块台币。所以他们晚上会更多人来这边买，因为会更便宜。可是我们是中午来，所以会比较贵。1公斤20块台币的葡萄，对。啊，好吃吗？Good then. Good then. 它是 chocolate. Chocolate. 还有这个。啊，别说这个。都很好吃哎。都很好吃，丁丁小姐，我尝试买了，在台湾。一斤，100块。台湾蛮贵的，台湾真的蛮贵的。可是在这边，1公斤才20块台币，真的会吃到吐吧？这个是无花果，土耳其很有名的无花果。可是有不同种类的，然后不同城市的无花果，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比较好吃的，因为这边还有这个比较绿的，对。可是他们说这比较好吃，这都是还没有晒干的无花果。Okay. 1公斤大概是50块台币，所以我们会买1公斤。对，这个是现在最新鲜的，所以10块里拉。啊，最新鲜的，之后比较便宜。我们买了1公斤。可是丁丁小姐，我们要环保袋子，所以你给她袋子放这个里面。Okay. 袋子再给她。Okay. 是。环保，所以我们不要用袋子，我们用自己的。耶、yeah. ！水蜜桃，好大的水蜜桃哦！还有他们放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们水蜜桃好大、哦，1公斤25块台币。Oh my god， 好便宜哦！
一公斤15块台币的黄瓜，超便宜啦！我在这里嘴巴都已经掉下来，下巴都掉下来。香菜5块钱台币，他们非常喜欢香菜。对，你看，就是每个菜里面都会有放香菜，面包也会放，全部的菜都是5块。对，就是一把5块钱。对，哦，洋葱一公斤大概6块台币，6块在台湾能买什么？应该是买不到东西吧。在台湾口香糖也不会买吧？对，台湾口香糖可能要10块以上。对。这里有卖香蕉。对。一公斤多少？丁丁小姐40块台币。我找到了整个市场最贵的东西。香蕉，对，1公斤40块台，那价钱其实有点高哎，因为其他东西都是一公斤几块钱，然后这个要40块，超贵。对，他们的玉米很大哎，7个玉米大概50块台币，我觉得 OK， 因为台湾其实蛮贵的。柠檬1公斤30块台币。好大的番茄，跟你脸一样大吧 ？My face。丁丁小姐，你干嘛？我在选西瓜。可是你跟土耳其人一样选。因为土耳其人教我啊。你爸爸教我了。如果好的话，咱们选一。这个嘣嘣的声音。你试试。老板请我吃哈密瓜，我试试看。OK。好吃吗？哈密瓜好甜哦，喔，因为上次我吃到过一次，可是没有很甜，这一次的超级甜，口感跟台湾的很像，可是外观长得不一样。都种的，我买了哈密瓜，加油！我们的环保袋子，这样大概这个是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40块台币，好重哦，喔。橄榄，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好吃，好酸哦，好酸，可是蛮好吃的，土耳其人喜欢。我们大概花了50里来250块台币。丁丁小姐，我们买了什么？哈密瓜、西瓜，然后番茄，然后葡萄。可是我们这次花了250块台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台湾土耳其的传统市场？太便宜了吧，就会买到不想走，因为什么都很便宜啊，而且很干净，他们的市场非常干净，然后摆得非常漂亮，就是他们很在意美观，所以摆得很美，你就会看了很想买。对，所以你喜欢了？喜欢，都是新鲜，还有很便宜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？拜托分享，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， Love Taiwan， 拜拜。